现在佛菩萨召集的不是开悟不开悟，是推心。你发勇猛精进的心，财色名食睡些钱了，敌不过物欲。多少修行人过不了这一关，所以关键还是喜欢真放下了，何必再来呢？不是自找苦吃。真正开悟的这个人，他死心塌地的修身见道，决定得往生。这个法门真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的第一法门，而且这个能听话的，能真干的，这种人都是成佛的机缘成熟了。还有些人在这表演给我们看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印光大师还写了本书，文钞还留在后世，海贤老和尚他不认识字，没有文钞，也没有语录，见面就是一句佛号，一生劝人念佛，自己念佛，日知时之走，往生是真的，搞六道轮回是假的。做人呀，要善心啊，做好人啊，吃点亏好啊，别占便宜啊，占便宜生烦恼，增长愚痴，吃一点亏好，吃亏会笑，若无其事，这是小业障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这种现象，轮回的现象，轮回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你们注意到，你要注意到的时候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什么善恶，只要你不要去理会它，就正确了。占不得善，占不得恶，也占不得，都是麻烦事情。为什么不老实念佛呢？你放下多好呢，放下多自在啊！只有真正放下的人得大自在，没牵挂了。如果他发愿还有慈悲心，多带几个到极乐世界去，小道场小念佛堂在一块共修就可以了。小的容易成就，大的不容易成就，大的里面有明争暗斗，还是战场，搞的还是轮回业，那个错了。战场世间法里就可以啊，跑到佛法里搞战场，那可不是件大事情。现在佛法的衰败的原因在哪里？你细心冷静去观察都明白了。怎么样化解？海贤老和尚榜样，装聋装傻，问什么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，好像他不会讲第二句话，一生就这么个样子。临终的时候走，你就晓得这个不是容易事情。
日知时知，佛来接引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报声